近期少女时代成员徐玄接受访问时，看见自己在2014年被南韩狗仔低胜拍下的绝美看书照，透露9年来不被跟拍的原因。디스패치가포기한이유네인서연아이거언제적거예요진짜그때매니저분이랑갔었던것같아요그래가지고뭐얘기도하고뭐이랬던것같아요这张照片在当年可说是相当有名。时隔9年，徐玄亲自解释经典照背后故事，表示因为跟经纪人在咖啡店，两人各做各的事情，也没特别做些什么，只是看完书然后就回去了。就算跟拍一整天，也拍不出绯闻的艺人，因此徐玄被誉为连 Dispatch 都放弃的艺人。网友也对出道至今零绯闻的他大赞，要活得像徐玄一样如此正直，真的很不容易，是偶像楷模。